是的话，大陆这块。把你西北照片调一下。能乱调吗？调你钱包。那个地方没调出来，它有个道路还得走回来，它那个道路没有优化。你看这种现在是走道路，它从那儿啊，然后再走过来再调这边，再上去。其实用这个软件就比他那个软件好使。这个东西丢，找不到什么，找你那个核桃，没有，
是吧？说的是穿。喂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啊。你那不容易转入了吗？你别让他短路就行，能行能行的。啊，可以啊，他相当于他就这个长开点，他这边不通，那边就通了嘛。你只要别让他短路就行，短路以后他就可以就击穿了。对对对。接下来的时候注意点。啊，行行，没事。嗯。你直接用飘再控制它。哦，也能手动控制。行行，没问题。可以达到将近两万的，对。有点太粗糙了，这个感觉。有点太粗糙了。